比赛，阿基赛你好，李英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阿基赛那个彰化的吴小姐哈，一共测狮子头哈，不是讲来想，你想来想一想，阿哥有啥咪唔免想就可以做出诶、好吃的狮子头。来，咱来看麦啊，来，咱的小配包底加哈，是，来面包，吐司，哎，阿我叫一个牛奶底加哈。哦我今嘛要讲，安怎讲唔免想，这是一个科学原理。这跟狮子头有啥物关系啦？咱今仔日狮子头要做一些很精致的狮子头。哦，好来，咱今嘛注意看哈。是。来，吐司面包牛奶，我甲浸伫内底。哎，吐司面包浸牛奶。嘿，浸牛奶。啊，你讲吼，咱一般吼，若想到肉丸啊，对不？大概拢会掺一寡有诶无遐料，壳壳啊掺伫里掺吗？是不是？是。啊，内底掺遐一料，一定拢会掺一项啥物？变讲粉啊，有无遐有无吼？唔叫粘性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唔叫粘性啊。啊，所以讲哦，咱即马咧，我唔爱掺粉，哦，但是我掺胖果，掺吐司面包。其实吐司面包就是一种的米粉。伊敢会粘掉咧？伊赶快会粘掉。真好吃。我但会粘掉诶，我一个牛奶胖足胖诶。哦，是哦。是。啊，你变哪粘咧？来，咱即马吼，直接浸牛奶诶，这个胖果咧，可以未？咱一般掺这个胖的量吼，譬如讲伊的比例四分之一都会使啊。哦，爸，跟胖的比例，迄胖是吐司是四分之一的好啊。对。那牛奶唔通淡落嘛吼。嘿，免。吐司落就好啊。免，咱就吐司甲搅搅咧。啊，即马你就是安怎哩啊？吐司浸着牛奶是毋是会烂去？是。会糊去对不？来，你即马这个底就安尼甲拉拉咧就好啊。哦。啊，你都唔免削啊。那都爱去削。门下高哦，手去拽着。嘿，啊，咱即马有镜头看吼，不管你浸牛奶也好，浸鸡汤也好，胖的规个鼓起啊，对不？啊，你即马你都安尼个用指甲拉拉咧，啊，你甲看吼，我无下啊，但是拉到尾啊，你有看到吐司无？无，已经没有了嘛。嗯，好，啊来，啊咱即马就甲放个鼎内底煎。啊，你都会当煎啊？啊，你都会当煎啊？哎，来，咱煎较碎粒的有无？吼，来碎碎粒啊，来，嘿，好不？啊！其实这火为什么袂当伤大嘞？伤过大的时阵吼，因为外口的诶，这个肉的组织是足粗的。哦，啊，肉真涩啦。是啊，内底嘿，啊，你内底佫袂涩啦。是，所以咱煎的时阵吼，就是说差不多中小火。中小火大概140度啦。中油温啊。对。来，好，安尼好。嘿，安尼就会使啊。今麦拢放落去啊，咱今麦只煮火开较大嘞，安尼较安全吼。啊，最主要这款的做法吼，有一个好处，你今麦一摆甲做足多嘞，可能你放冰箱冷冻。你要煮杂菜火锅啦，砂锅鱼头啦，吼。尤其今麦寒天。对，火锅。对。哎呦。那个好了，那讲到辉哥吼，我听到就是你老一，对啊，啊，这就是咱这个节目的好处啊，你看吼，有无？哇，金色啊，金黄色吼，啊，你来看，油底内底水这么渐渐少，就表示伊色啊啦。哦，是。来，我先甲裹起吼，裹起啊，规个好镜头看一下，安尼，你看卖啊咧，就是这么专业的狮子头啦。这哦，要去德物一辈，哇，好棒啊！那今晚哈，我们来切看。嗯，好来，来，让观众朋友看。好来，切几粒好不好？好啊，当然嘛是会使。咱哦，无讲特别啦，那我们都随机选的。好来，有没有看到面包屑？没有。独家哈，我们有加一些灵应啊，哈，香菇啊，红萝卜啦，那种香味，我准备夹出去看嘛。你夹是正经真好吃。嗯，真好啊，真甘脆啊。看它的口感，无下贵有没有口感？你爱胡椒哦。好啦，对不？真嫩啊，肉阁袂涩吧？啊，有诶，毋知讲，嘿啦，掺粉啊，都爱涩，才会安怎，才会安怎，其实无一定啦。我感觉这个办法袂歹呢，尤其吼咱家庭主妇吼，起码拢是双份薪嘛，职业妇女。而那几材料，我们可以用那个小盒子、小包装，嗯，那用塑胶袋冰起来，一盖拿一份出来。对，无论讲诶，煮米啦，撒灰哥啦，或者是独角戏菜公北菜肉，对啦。哎呦，其实就蘸就蘸，或者说你卤蛋的时候再放两颗豆干什么的，那其实也是一盘小菜，小菜变大菜，哇。这么好的狮子头哪里找？看美食风味。好，配播的是什么样呢？我们的白吐司、原味吐司加牛腩。嘿，吴小姐，现在为你介绍的不用摔打的狮子头，列当帮你哦。非常感谢你，也谢谢我们的阿基塞。多谢。嘿，阿基塞，谢谢。多谢，大家谢。